其实一到休息室的时候就觉得其实还蛮不习惯，因为我们人数多到已经要分了两个休息室，然后甚至是我们跳开场的时候，我们分一垒侧跟三垒侧上场，因为那真的是还蛮震撼的。加上我们今天应援呢是上下层都有，因为人非常的多，所以希望到乐天桃园的球迷们呢，今天看到所有全员到齐都可以非常的开心这样。